上一次还有印象吗？你对他有印象吗？你说这个美女啊？上一次还有印象吗？你对他有印象吗？你说这个美女啊？这个好像我去台大医院上课嘛，没有，我去台大医院上完课，我还发现。排队，全部学生都跑来排队照相，就这样。所以对他有印象，他现在我没有印象，我怎么有印象？